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老师。OK， 现在我们要继续游玩东方再起。好，上一集任意加入，我们要一起去南澳岛了。南澳岛 ，OK。然后我记得可以这边投诉，但是这个投诉好像不一定要完成，好像是为了剧情而，就是那个完美结局。哎，不是哦，好，这样子好了，时候也差不多了，嗯，我们出发吧。事情进行如何？禀告主公，船已经准备妥当，随时可以启程了。嗯，那就即刻出发吧。属下遵命。哦，没事，对不起，哈哈，原来本来就要投诉了。福不贵，此去就是南澳岛，不知岛上有什么古怪，我们可要多加小心。福不姑娘，你怎么了？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船。怎么了？你身子不舒服吗？我父亲就是在船上过世的。福不先生过世了吗？那真是遗憾的。不是的，福不大人平安无事。我说的不是他，我原本并不信福不，我是在七岁的时候被福不大人所收养的。我的亲生父亲叫做加藤半兵卫，他是加康大人的部下。在一次战役中，父亲为了保卫加康大人，穿上加康大人的铠甲，替加康大人引开追兵，就这样被烧死到一艘船上，连尸首都找不到。唉，造化弄人，一代忠良的下场如此悲惨。不过知其不可而为之，令尊忠勇过人，着实可敬。是吗？之后加康大人把我交给福部大人抚养，我救了福部下面这个名字，福部大人将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照顾，也传授我各种忍术。我在离合流中就像是公主般尊贵，可是我并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我想要的就是每天等父亲回家，跟他一起喝什么配料都没有的味噌汤。我想要的只是这样而已。福部姑娘，陨石的征夫啊，飘零如同冬之夜。我父亲现在躺在家族的怀抱中安息，我如果死了，却又要到何处去呢？崇光，你知道吗？我要到哪里去？好，这时候崇光就是我们啊，这就是主角了。我想，不论你到哪里，我都会在你身边。你不要再乱想，你承受太多事，先别想那么多，放宽心一点。好，这边其实要选一，其实一这句话也比较好。不愧是李彤欸，这句话也想得出来。我都会在你身边，不会有更糟糕的事发生吧？安心吧，现在我们要好好打起精神，面对未来的一切，对不对？准备一下，该是出发的时候了。奇怪，一点动静都没有，一切小心为上。OK， 先存个档。然后这边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捡。然后任意的装备我买不到，呵呵，所以我无法啦。然后先这边的话要先过什么？先到迷宫那边，然后要去某个地图捡一个秘籍。这边敌人不知道强不强，看起来还好。哇，那个日月神教校中，日月神教的那个小兵真的太强了啦，就因为那个有点 不太平衡，在初期就遇到这么强的。然后听说，先用攻略是说先用俯卧撑轻功跳过断崖到下方的孤山二。好，孤山二不知道哪里，我们先绕一下吧。欸，哦，这边，轻功只有李彤会而已，应该说就李彤可以学，可我觉得应该向明学比较适合一点。好像服部的那个攻击速度，不是攻击速度，就是优先顺序，他是第一。
他都看不到他们的招式就干掉了。好，我们先让女童休息一下。玉，那我们看一下任盈盈的招式。其实任盈盈的绘的图案也是漂亮的。欸，我是中毒啊。破字诀。潘字诀。好，看一下破字诀是什么。可以习得回避暗器的技能。那就小米可以学吧。OK。暗器辟违法。好，先这样。然后那个像只要有香米的那种支线对话，你要每一次都选对才可以玩到完美结局。这边吧，功力显量谁知道啊，什么到孤伤二谁鬼还知道啊。好啦，我们看一下那个任盈盈的招式，然后点一下地图就先跳过了。好，先这样，我们看一下对方的招式吧。嗯，都不强了。天地之前为了打日月神教的那个教众，练得很高等的。基本上对方只要是拿刀跟武士刀的招式几乎都一模一样。好，直接逆击。好啦，那我们这边先跳过咯。好，我们基本上走完民工了。这边不知道还有没有敌人。哎呦。应该是没的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敌人。欸，有欸，哦，忍者，那暗器的吗？好像是哦。好，我们看一下招式好了。看起来，哦，拿锁哦。OK， 这，好，我们再一次快转吧。好，我们到了，应该是这里啊。宇多田中城，原来三只死老鼠，鬼鬼祟祟想做什么？你是谁？奉谁的命令侵入大明？此人无业之灵二，是个名叫宇多田中城的窝囊废。别跟他废话多说，这种人杀了都嫌脏的当，招了当刀。你只要引导海嘴。我宇多田中城绝不会让你逃出我的瞬杀拔刀术。来人呐，给我统统抓起来！尼莫就领教阁下的高招。你还有什么人能叫来啊？很好，我就先解决你，再来找你的同伙。拿刀了，好，拿刀的话我们就不用必杀技了，因为刀必杀技我们已经看过了。每个人招式都看过了，然后基本上招式我会之后会剪接给大家看，所以大家不用着急，不然我要聚这个怒气值实在是很累。我现在应该蛮强的了。哦，就 BOSS 的招式模组会不太一样。哎，按错了。然后香米招式就两招，我想大家已经看过了，所以我就不放了。这样会打很久啊。好，因为我要给大家看他的大绝招是什么。他应该要放了吧。
啊，其实李红招式有点变化了。没。好，我们再等他一回合，看会不会晃，会不会放。会不会他没放之前都打死他了？这是有可能的。血没有这么少才对啊！哎，好，我等下独挡再看他一次有没有大绝。别杀我，我是被逼的，不要杀我！呸，有点骨气吧？我们扶桑的脸都让你丢光了，快说，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否则一刀砍死你！不要我说这事了，他们全部都去西凉苗去，还说什么要把五仙教给铲平？他们何时出发的？有两三个时辰了，我只知道这些啊，饶命啊！你们的将领还有哪些人？还有到底为了什么事情来大明？快说，不然我一刀要了你命！不要，我只知道一部分的事。将领除了被杀了大股机器外，最重要的就是岛。哇！小心。是谁？不用追了，人早就离开了。从现在起，我们要格外的小心提防敌暗火明，这对我们现有的处境十分不利。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呢？不管如何，先回潮州城再做打算，也只能这样了。事情到如此一段的线的方阵毫无头绪，然后岛上的敌方阵营也无任何线索遗留下来。既然如此，咱们就往西边走。我记得西边在过去有个名叫龙水苗寨的村落，记不记得那叫你临死前曾透露他们可能往西南的苗区前进，还有提到五仙教的事情。这龙水苗寨正好是苗人的村落，想必那边应该可以探查一些蛛丝马迹。那我们就即刻启程吧。嫩姑娘，多谢昨晚的相助，咱们就此告辞。哪里的话，娘会一路小心。对了，嫩姑娘，刚才我下属跟我警告说，上山那位包大厨另外一名上官羽的人好像也在不久前出了潮州城，还带了大批人马，目的地好像是前往韦衡山。有这种事？他们两个还不死心，有劳服部姑娘的，看来小女子我还是也亲自走一趟衡山才是。现在快马追赶，应该还能追得上。嫩姑娘，一切也要特别小心。多谢服部姑娘的关心，这就告辞了。嫩姑娘慢走，我们不送了。慢走。OK， 好，我们回去看一下大绝。好，那个我会回去独挡重试一次。那个宇多什么，宇多田中神根本就没有大绝，我试了好几十次了，所以我就不放了。然后这边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所以我们先来风云际会千年少天地恩师四海君，五月前排。这么一个人要跟他讲的话，对，哎，这不是之前在客栈楼下与嫩姑娘相似的少年吗？诶，你是？姓李，名同，乃至前福建新化城参将，不知兄弟如何称呼？原来是李大哥是戚继光将军的参将，我叫秦风，不知秦兄弟为何事，什么如此哀声哀叹气？李大哥，我本是想帮嫩大小姐的忙，我又是人单力伟，实在帮不了什么大忙。我清风真是枉为男儿身了，秦兄弟说这种话来，你不过是身子羸弱，以至于武功修为有限，加以时日，你的武功绝不会在愚兄之下。倘若有这一天，我要多谢你大哥的金口了。出来这些时日该办的事竟是一件也没着手，再拖了久只怕有误。你要帮什么事？有我帮上忙的地方吗？大哥，可是我的出身，我是日月神教长老摧天神魔秦破军之后，我祖父一生快意恩仇，是非分明，虽不是正人君子，却绝不是江湖上人人不耻的无耻鼠辈。可是自我祖父一世后，不光是那些名门正派编排我祖父的不是，就连神教之中也是污言秽语不绝。
我既不愿与旁人怒及先祖名声，却又苦无证据反驳，是以这次我便是要以尸入还山，一来寻我先人遗骨，二来是想找出血腥祖上污名的证据。原来你是日月神教出身，你别见怪，元兄心中并无什么正邪之分，你要寻先人遗骨原也是情理之常，只是你自身前往去的又是敌人所在，只怕我力有未逮，是也不是。兄弟多虑，我不是这个意思，若你不嫌弃，让余兄陪你一同前往可好？我并非推辞不救，实是一人前去远比两人行动便利得多，大哥你又有 家国大业在身，我自身私事一人足矣，至于成与不成，这都由天的。这好吧，那你一切小心，不要轻易行险。我理会的，大哥你也小心。事件出尽，这什么意思啊？你们两个怎么这边兄弟的？我怎么不知道？这到底是干嘛的？从笑话中可得到凌晨暖哦哦啊！想起来的啦，就是以前当时有出《笑傲江湖》的网路，那你只要在游戏中可以拿到一些道具的话，又可以在网路上面拿到一些道具。对，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过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用处了，都度过久了，拜托。好啦，然后我们要去龙水苗寨。那我们这一集就像这边结束了。那希望每到我换到影片的左下方一个图案跟一个小红色框框按个订阅。那也到粉丝按个赞，你追踪最新消息。谢谢大家这集收看喽，谢谢，拜拜。